那是不是有点难受啊？要让大哥给你带着。坐，哎，好，这两个别往地摔死了。好了，车上跑，跑，三，二，一，开始。他不用坐那个坐地上吧？坐起来了。看好你的金句，看好你的金句。快快快！OK的，别跑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啊，小宝！没事吧？